我们是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，现在正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。我们每天会绕行地球16圈，大概90分钟就能绕一圈。每当飞过祖国上空，都有一种怎么看也看不够的心情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是一项世界生态工程之最。 这项了不起的壮举横跨西北、华北、东北，被称作“三北工程”。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影像，就是我们神舟系列航天员乘组记录的。从太空俯瞰，北方地域辽阔，植被覆盖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；西北地区，植被较少，有大片的沙漠和戈壁。 呈现出土黄色，东部地区绿色覆盖的面积则明显扩大了不少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三北区域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像拼图一样很规则的绿色板块，正在一点点向土黄色地带铺展延伸，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坚韧而顽强的力量。我们的航天工作。 是探索宇宙，同三北工程一样，都是为天地立心，都需要锲而不舍，久久为功，既要充满激情，又要充满科学精神。可以说，三北地区每多一点绿，在浩瀚太空每多探索一步，都充满艰辛和挑战。而每一份付出和坚守，相信也都会带来更大的可能和希望。